这是一双适合学生党的平价中考体测跑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推荐一双适合学生党中考体测的跑鞋安踏领跑，价格只要两开，性价比不错，并且颜值也非常好看。渐变的荧光绿就跟跑道的红色非常搭配，那它的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？适不适合你？接下来我们好好看一下吧。首先呢，这是一双比较适合初跑者到进阶跑者过渡的速度训练跑鞋。我们从中底开始说起吧。中底是全掌的 Aphex Foam 虫洞科技，脚感偏润，那么后跟的脚感会更加软一点点。结合10毫米的跟差，后掌到前掌的过渡是非常自然顺畅的。那加宽的中底也能够让你的每一步都非常踏实，不论你是前掌落地还是后掌落地，你的每一步都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中足区有一块尼龙板支撑片，再配合这个后跟环绕式 TPU， 整双鞋的抗扭性是相当过关的。在弯道的时候，这双鞋也能够稳稳地抓住你的双脚，防止侧翻的情况发生。整双鞋中底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其次呢，在鞋面舒适度上我也非常满意。鞋面采用的是名为 Cloud Knit 的一个纤维布材质，兼具轻质、透气、支撑，整双鞋穿进去确实非常舒服，特别是鞋头耐弯折且不会卡脚，非常舒服。那么它有两个缺点，首先是比较容易脏，那么如果说脏的话，这双鞋不太好清理。这双鞋的缺点大家还是要值得注意一下，它的鞋面是比较容易脏的。外底呢是多纹路的耐磨橡胶，保障抓地性和耐磨性。那整双鞋还做了这个步态引导设计，非常不错。整双鞋的外底表现还是能够满足学生党的日常体测训练的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安踏领跑是一双颜值高、性价比高、性能均衡的速度训练跑鞋，学生党跑步训练体测选它准没错。那如果说你有穿过它，欢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穿着体验到底怎么样。那如果说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记得点赞、关注哦。